海胆都太小了，感觉还没有长大。终于找到海胆了，这是别人给我们的大海胆。不小，不小，这明显大，这明显大，这肉可不小。太小了，感觉还没有长大。这个生蚝也太小了。终于找到海胆了。老 Kiwi 遇见好些人，然后他们那个大背带里都是海胆，然后给了我们几个。这是别人给我们的大海胆。侧面贴着呢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壁里边。哦。
次，你妈能看得出来他妈半斤肉吗？这脚得脚成碗儿啊！可以了，冲去吧，我去冲了。这黄，开始了，可以吃啊。哎呦，这一个里边应该是五块。蒸的话是不是那锅里边还加水？对啊，蒸锅嘛，在底下加水。